你在做什么？你们两个那个音乐人的大招没有很给力了，好不好？他可能想到一种新的玩法。哎，去看我们的影片啦，用滴答啦，哎呦。兄弟有话说，这一期选到的留言就是来自于星星星 TV 好兄弟的，他就说到他在路上走着走着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阿拉丁神灯神灯出来就告诉他说可以帮他实现三个愿望。那第一个愿望呢，他就想说在兄弟有话说里面出现，那也知道神灯说 no 不可以结果就剩下两个愿望了。那第二个愿望呢，他就讲说希望黑兄弟可以回复他了，然后神灯也说这个不行，太烂了，他讲那他就许第三个愿望希望黑兄弟可以给他一个爱心了。神灯也说这个太烂了，也是不行 ，no。结果三个愿望都许完了啦，神灯就走了啦，就是这样喽。这种愿望神灯帮不到你的，黑兄弟才可以帮你实现呢。对啦，既然阿拉丁神灯都帮不到你的话，就我们帮你实现了，好不好？这里我们也回复你了，给个爱心你了，好不好？然后你也进了这个有话说里面了。没有错，下次你这样好运遇得到阿拉丁啊，许些有用一点的愿望，是不是？对啦对啦，那就希望这位星星星 TV 好。兄弟继续的支持我们下去啦。嘿、hey, 兄弟，我是酷爸，我是 Plan， 今天玩什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双人荒野生死斗啊！上次我们就玩过了，我们只用五装配件嘛，对不对？普利莫只剩过肩摔了，没有错啊，然后火箭只是用那个跳的五装配件嘛。那这一次啊，我们就来挑战一个指示刷机器人然后地上路人的话，我们不会打他的啊，我们企图的去强压机器人，或者是我们把所有的机器人吃掉，没有错，反正我们就只是针对机器人来打，好不好？路人我们完全不理他们的啦，对啊。但是如果来到决赛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留不动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拿完机器人过后，然后等到最后我们打那个第二名那个 ，OK， 看见我们能打赢他吗？还是讲我们就是那个第二名的？没有错啦，我们只要第一、第二这样子是吗？对啊，所以就是讲我们在去到第一、第二名的这个打架之前啦、我们前面都不可以打的，好不好？只我们可以假假射到一下那样子啊，我们可以吓他们，就是打空气啊。但是有时候子弹乱飞嘛，有时射中了一两下也是情有可原的，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很顽皮的，他就是他喜欢乱乱跑是吧？不是，他以为你不打他很开心，一直打你，一直骚扰你这样子。没有错，没有错，有时候要开枪射他一下，给他知道怕的。尤其是乌鸦啊、弹射啊这种英雄啊，特别烦人的，特别烦人好。这里我们就是用麦克斯还有一个木桶，对，两个刷王都是不错的一个，加上一个好处就是讲因为我们前期不打人嘛，所以后期我们自然也会大招，没错，两个都可以自动蓄力，对不 对，不然等到后面拿什么跟人家打我们都可以大招这手空拳的拿着一个小木棍好了，这样子我们就试下看这个组合到底行不行吧。 Let's go。来吧，一开场就有两个箱子，三个箱子啊！你去，我去拿。得，你要做什么？你要你别拿了，反正我们的目标机器人马上就来了。可以，我们先要准备一波先，拿少少等级点的，现在就可以算更快，好像囤粮食这样的状态啊！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开始机器人来吧！我要机器人，我不要你们。叫得到的哦，叫到。你们两个试下，你们来抢啊！来抢啊！来抢，来拉上去，我们出生那边。出生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家，这是在荒野生死斗里面的一个小知识啊，就是小知识，大家的习惯啊，有事情啊都是跑，哎，还好没有受到他，会跑去自己出生的方向了，因为他们觉得安全。哎呀，这个是反应来的好不好？没有错。我的拇指坏蛋了，容易射到他，还好没有射到。可以射吗？我们只是不可以射中了嘛，对不对？这样就是了。来，机器人来了。火箭有大招，小心哦！哎，火箭，来，往上刷，刷这些，我可以避在那里啊。对，你拉住机器人鸟，可以啊。啊，过来，把它推掉一点，耶、yeah ！没问题，我们就遇到火箭的大招了。假假说一下，先给我们拍一下，一定要在里面囤大招，有没有看到你啊？告诉他，酷派已经来了啊！小心，来 我们的这个小丫丫，就像普林猫出门，大家小心女朋友。来，抢掉他。好多免费的，我出，差不多出到来了。呀，没有问题，我的大招可以随时射飞机器人，看到吗？是机器人走，你们的咩？我们的我们是霸道的吗？就来给你啦坏呀，老麦！他老麦心想，我应该死了不？我痛啊，痛啊，痛啊，痛啊！哇！现在你知道了吧？哇！不要打我，就是你活着的办法，老麦。哇！你再打我看一下，你再打我，我就冲下去教训你了啊！
对啊，说好不打你们呢，分一个第二名出来，快点！你们快点去打架，继续打我，你就死了，我跟你讲。好，哎呀，李安做事啊，聪明啊！可以可以可以，就你快去分个胜负来，能量我们收保护费啊！这就是我们不差你的代价。快点，你们去打第二名。那个塔还在射我。那他要给嘟嘟抱我了，老麦你不要炸我了啊！yeah, 好了，感谢你们，这个送给你们。没错，这别过去了，送给他们，送给他们。OK 啊，喂，你们是聪明啊，太远了，你们是聪明啊，收掉你们。喂嘿嘿嘿嘿，我要香蕉机器人。对，我们分开拿，分开拿，分开拿。OK， 好，我这里拿这个等级一。在往上走，一个就在追，他追你就跑了，留下小命的，现在才可以跟机器人互搏，你知道吗？没错，这里机器人出来了，我拉去啊，7点钟，可以，可以，马上就过来，可以，来来来，7点钟等 ，on the way， 我现在大概到了，可以，你改来 ，OK， 来就这边了，那我们继续走去7点钟，你拉这些，我来这了，哇、哦，罗莎，哇，大罗莎，接着跑。Yeah, 幸好他有一刻觉得我们会打他，所以拉机器人也是要技巧的，一门学问。对了，可特，你不要以为啊，走开！哎，我冲人去杀他，不要讲，射这边，我自己上血来，哎呦，他们都追过我们，不帮我们怎样呢？现在就是这些，来了，哇哇，下面三个排一起了哦。可以，我去三个吧。OK， 好，可以，你去三个。应该不要快点，木桶刷。没问题啊。啊，等下你刷机器人给我刷快点就好了，好吧？机器人变快了，我看到它，我跑就去了。等下，连命都不要那种，很兴奋那种，咻，我就去到前面。兴奋样子就像三 G。哎，那里有东西啊！三 G 看到哪里人？三 G 看到人妖这样。三 G 看到人妖是跑很快，不是很喜欢。两个东西来了，你不要骗我啊！啊，三这次看到娜美跟罗宾的时候那个表情，哎呀，的符号的。你这款去找个机器人出来，不是去挨打、啊。我找错了，但是现在这种时候，你就是要三 G 看到人妖的时候、啊、找到了啊，先苦后甜的嘛。哎，你们两个，你再不走，真是死了啊！两个队伍啊，可以，走，不要再动作，乌鸦准备要跳过来了。哎，你敢挂吗，乌鸦？不要拿命来换了，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虽然他可能有武装，不一定死。走，安，我在这边啊，你好走啊。乌鸦，你不要来啊！啊，你不要敢开个大招下来啊！乌鸦送你，他应该觉得有把握哎。啊，来呀、啊、来呀、啊、来！但是我不能打他，所以我只好劝他不要来，你知道吗？啊，我只要机器人的嘛，我们这种我们很佛心的，但是你转进去里面先，你不要让我变成魔鬼。转进去里面先，可以。哎哎，哇，超少少受到乌鸦，捡掉两个走进来，乌鸦。喂，你跟可特两个调皮鬼啊！你们去分个胜负，等下再给我们打了。哎呦，是的，真的是没有发现我们这么不打你啊！哈，还要来，那边打着，不，小 B 可以打掉吧？打掉吧，小 B 太酷了。可以啊，来，再往上去。有学历是，看到吗？等他死，我要抢人家。这不是射我这边的。你们去那边打架打到一半了，我说我乌鸦，你够了啊！你很烦人啊！我不是不打你，我跟你讲，我直接开个大招过去你啊！直接生气了的时候就不管拍不拍片子了，把你打死现在了。可以，我一个九阶木桶打算吃他了的。快！耶！艾米走，我放过你，我只要机器人。艾米走，他一直在这边哦。不要阴我，你快去拿掉先。然后你回来这边，我拿。可以，等我们上面两个打，他们不敢过来这边的，他们只可以上去了。是的，他看到我们的等级很高啊，乌鸦去打那边。对了，啊，来，上去，机器人名出来先，可以，机器人他送给你们先，可以了，可以上掉他了，漂亮，来了，啊，那这样子一波，顺吗这波？希望是顺的，希望那些人不要找我们麻烦了。打箱子一定顺的，我是怕人家机器人的时候那种人啊，就来要机器人骂了，我不要人，我要剑走开我的，哈啊，怕嘞，会怕，受保护危险。他应该是一个人啊，他才会怕。如果有队友啊，他应该很嚣张。等机器人出来，等机器人出来，我这里有狂，等下能绕跑的地方都是9点钟。好，
但是我们现在首先要等一下机器人出来先，你不要过来啊，我射你啦，真的射啦，这样子啦，这样子啦，那机器人在哪？这样子啦，在哪卖个币啊？这样就有点难抢。我是丹丹，你看很多人吗？不难，要的东西一定要到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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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飞，伟大招，伟大招。对对对。结果我也捡到东西了，捡到我的东西了。哎呀，这两个同队的。我刚开大招又跑掉了的嘞，那你知道？那你知道那个范围在？突然间荧幕黑掉了。那是跳过来出来的画面，太奇妙了，那种感觉。太奇妙了，不用捡。少一个机器人，你以为我会放弃吗？不会啊，好不好？第二个还是我们。不会，我还是会假假在射你们。在下面看到吗？啊，你们不走，我射你们呐、啊！这样子吧，我子弹来上面，上面，上面，杀杀杀杀！啊，你们杀牛就好了，我已经先出来了。我还想抢牛了，原来我一个人刷不到啊，我没有等级，你知道吗？啊，我以为那个牛哥马上就是。快点，快点，快点，喂喂！哦，这不跟我走，他你在后面，我一看他前面是了，他就跟我了，这样不听吗？哦，牛哥，快吃掉，快吃掉！来来来来来来，大招了啊！啊啊啊啊！去抢一点点先，是，不要在一起，不要在一起，会死会死会死！哦，我怕了，对吧？卖炸弹，你远一点再杀，可以，他冲过来是了，哎呀哎呀！哦，不用紧，不用紧，躲起来先。你滚过来我这边，滚过来这边。你们去分个胜负啦！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来这边啦？哦，哎，跑跑跑！为什么啦？为什么啦？为什么啦？我不要机器人，不好使啊！哎，但是老麦不得空啊！可以，哎，现在就是我们跟你一决胜负的时候，我可以射你啊！我跟你讲啊，你过来给我射，你过来，你不要这么鬼鬼祟祟躲在旁边。上面是毒，是毒。不要在美国那啥，哎，不要在美国，谁机器人帮忙？停！一二三，嘿嘿，四个，嘿嘿，顺着去拿掉的，这机器人就是我们的，嘿嘿。可以，啊，可以，三个交给你。嗯，往中间。下面还有一个的，看一看有没有机器人的啊，还有两个嘞。哦，空位拿掉，然后我们去拿机器人。不、哦，啊，一条龙服，耶，可以。开场一分多钟，九级的概念。可以啊。哎呀，快点拿掉先。但是我们连个敌人都看不到就很死了。是啊，我们就已经九级了。可以啊，守在这边。啊，这局我还不翻刀边。哦，看到吗？那两个在存大招。喂喂，哎，不要，给他。我没有弄你哦。你那踩吗？这么牛，我太蠢了。好料要留给人家的。竟然就把他打掉了。我先放大招，快点放，快点放，快点放。三级的大面，我撤掉。可以撤掉先。哦，还有捡完了，我捡完了。我见你不要来啊！我来到我就射你了，然后你快走。哎，你这样远都给他听到我，他是射你射错了是吧？我不懂啊，啊我刚刚是去追火箭了、啊。来，机器人，过来啊！可特，我知道你有大招啊，但是没有用，机器人是我的，知道吗？对了，跟你收保护费啊！你在下面打是你的事，你大招射上来我就打你了啊！有哎，强大！抢了一个，我又把那可特以为自己死了，没有哦，强到啊！啊，我直接来挖可特。哇，放过我！你看他嚣张的模样，回头射我。我只要这样子，可特你过了啊！哎，出乎！可以啊，可以啊，可以跑，一个机器人啊，这边。这九级应该没有人敢撞我了。你在做什么？你们两个那个银猎人的大招没有很给力了，好不好？他可能想到一种新的玩法。哎，去看我们的影片啦，用滴答啦！哎呦，他就是一只刷大招的，一只丢地雷出来做什么？对，但是用杰西没有用，要丢追踪炮的，知道吗？切！可以！啊，哪条命去抢一个能量？是啊，23级，我看不起你们了。啊、这种是不是傻子？我们只要能量，还有机器人，我不要人头。我们在，除非你人头留下的能量，我就要啊！收掉啊！耶！银猎人，走，去打下面。去打啊！就是这样了。去打，你不要射我啊！突然间啊，射我就很惨了。好，可以打，可以打了。哇！谢谢各位。咦，完了啦！完了咯，你还想要看啊？对啊，我还想要再看啊！要怎么做呢？讲究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拜拜。